陈太太，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。来，坐坐坐。没关系啦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在电话里跟你提到过的朋友简立方，他平常啊对投资理财也都很有兴趣。我小时候有钱，大家一起赚嘛，就带他一起来了。简小姐你好，你好，我是 Alice。这位呢是我们 MyCoin 的 CEO， 他叫 Michael， 这几天刚好来台湾，我就邀请他一起过来了。两位美女好啊，我是 Michael， 来 ，This is my business card。现在年轻的企业家都长这么帅啊！对了，陈太太，这个呢是你这个月的红利，扣掉了20%的服务费，还有这个金额。我上个月才投了10,000,000。一个月就分到这么多利润啦、哦！早知道我就多投一点。那可不行哦。我创办这些公司的理念呢，就是希望可以利润分享，所以每个投资者呢，他们的投资金额都有设定上限，因为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都有公平赚钱的机会。立方，你看，我就说这间公司跟其他人不一样吧，不像一般的投资机构啊。一直要你丢钱进去，然后呢，就不管你死活了，对吧？我听说你们是投资比特币挖矿，我也有朋友在做这个啊，自己花几百万买机器来挖就好了，为什么我要把钱交给你们？如果你的朋友真的有在做这个，那他应该会很清楚，比特币挖矿呢，比的就是运算速度。谁算得快呢，就能抢得先机。当然，你想要一个人搞也是可以的、不用几百万，花个10来万就可以搞定了。但是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喽。假如说有一座森林，里面有一颗钻石，请问一下，是一个人去找到的机会比较高呢，还是1000个人去找到的机会比较高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人都找的机会高啊。没有错，学我们的方法呢，就是集合大家的资金，在世界各地呢成立最专业的矿场，用几万台最先进的设备去挖矿，先抢先赢咯。像是那些个体户啊，或是小型矿场，除非有被雷打到的机会，不然不太有机会跟我们竞争啦。可是现在这样越来越多人投资，大家分到的钱不是也会越来越少吗？简小姐很有概念嘞，没有错啊，比特币的总量啊是有限度的，但是它就像是地球上的黄金啊，或是钻石啊，越多人挖，机会当然越少了，所以你才要马上加入我们，赚钱的机会啊，永远是属于眼光敏锐的人。哎呦，立方，这些事情啊，就交给两位专业的来就好。我们呢，就等着分红赚钱就好啦。你看看啊，我10,000,000，一个月就进上80万，自己炒房、买股票都还好赚呢。我们现在呢，刚好在推一个新的投资计划案，投资上限的金额呢，提高到50,000,000。这样一来，一个月不用出80万，破500万都是有可能的。真的假的？月收破500万哦！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不错哎。可是我没那么多钱了。哎，立方，你口袋深，50,000,000小 case 吧。我看看，我们投资计划的会员都有经过严格审查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加入的。今天会来找简小姐谈，也是因为陈太太大力推荐。不过如果简小姐有疑虑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不勉强。哎，等一下，丽芳啊，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投资这个吗？怎么现在犹豫了？机会难得哎，要好把握啊！看我一个月就赚了80万，多好赚啊！没关系，我们真的不会勉强的。好吧，我加入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谁觉得就要那钱啊。简小姐，那麻烦您在这份合约书上面签名，
然后呢，一个礼拜以内把钱汇到上面这个账户就可以了。好。既然简小姐还第一次投资，我觉得金额就设定10000000就好了。Alex， 这份合约你先拿回去，我们再跟简小姐约时间，你出一份10000000的合约给她。大木大哥。大哥。那简小姐，我们下一次见面，我再出一份10000000的合约给您。这阵子我跟 Michael 都会在台北，如果你有任何疑虑的话，随时联系我们。你也可以加我一起啊。拜拜，拜拜，简小姐再见，再见。Alice， 还你。我今天的费用。可是有一怕，以后有需要再找我。走了，来。江任杰，你刚刚到底在干嘛？我到手的50000000飞了。飞人家10000000还不够，飞得搞到人家家破人亡。好，你什么时候开始会同情人家啊？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江仁杰了。今天到这边吧，我先走。打算穿帐回去吗？你的假老婆不会怀疑啊？去里面换衣服。换衣服哎！你有什么东西我没看过？要害羞啊？现在保养的不错嘛。这是怎样？既然有老婆，碰不得啊！说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跟他上过床？没有。所以那女的对你来说，一点吸引力也没有啊？姐姐。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老婆还在家等我。